安尼五百块袂歹啊，我安尼两盘一千哦，来，我安尼是大只哦，是小只哦，海蝶哦，红沙哦，一堆物件袂你一千哦，啊，佫有车哦，安尼哦，安尼一千哦，哎、欸，要收单，要洗过拜啊嘞，要收摊啊，一千块，最后两个人嘅，最后你有搞摊牛未啊？谢谢，为着你搞摊牛，佫送三只鞋啊，回来。真要杀完了，恁去看无？好无聊哦。对啊，哇，你要用一半，等于烦恼无啊？妈，恁半加两钱烦恼？没啊。太欢喜了，要烦恼。来一千块。好，一千哦。有兴趣的快，你们不买我就收回去了，我就收回去了啊、哦，谢谢。来啊，好了，都没了。你无买我就不了钱。来，这盘海贝个啥物？叫小车嘛。阿伟啊，阿伟啊，要冲哪位？我也是妹妹啊！我也是妹妹，来一千块来。我比较会啊。一二三四个客人而已，来一千块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啦！春节的，来等于滚啊！来一千块，最后一个客人。最高。不是才一千呢？挂车哦，要挂车，要挂车哦！哦，来一千块，来谢谢，发多，了解啊。真正了解了。啊，今仔三不五时，反正是太好听诶。啊，无大家欢乐啊。大汉啊！你哪里啊？到家啊？好啦。吓啊！你太大汉啊！感谢阮老大人。三不五时啊，欢乐是太大汉。安尼哦，一千块你是咧考虑哪位啊？一千哦，多几分哦。哎，你谁啦？你是谁啦？不然别插嘴啊！啊！人会无好啦，一千块啊，最后一份哦。安尼一千啊，挂有啊，挂无啊，倒啊。来，剩一半了。来，二三个呢。小姐，你可以。无，一千个大箱啊，无啥个。哎呀，无拿去嘛。好，来个一千来。这一点啊。箱啊，超好哩。啥子用啊？最后一个人给了，来一千块来。我在烦恼等一下东西。来最后一个客人。来最后一个客人。我是谁来啊？啊，就阿姨你嘞。你得上辈了，你得，你挂上嘞好啊。你挂的阿姨啊，你阿姨啊是混哪路啦？阿妹啊，你阿姨啊，你保有上呀，我快知影嘞。我这边还有一块。才穷啊，委屈。我这边还有一块。对啊，这个是破了。哎，阿伟哦，快去。好，你穿这个。哎呀，我这边还有一块。好呀，哇，你这把你稳得很。我是家人哦。先过来，先过来。我唔单都有家啊，太好了。真行啊！我搞个地喜欢地喜多欢喜的，喜欢几千啊。啊，一半刷好哩，好嘞。好，开始啊，姐啊，我得跑，我得跑，我得跑，我跑，我跑。哦，哎呀，别说我一点，就那会啊。就这啦，我唔知。我，来啊，我咪包你啊。包这条，我唔知上。来，一千来，最后一个人给啊。来啊，来，全部都给你一千块。来，过来，给他们看，那一盘都过来。来，剩一半俩，一千来。鞋啊，衣柜，阿妈拢买了，这都打电脑来，重点在遮好来。刘姨，阿哥真刘姨，我阿姨，大妹无，海蝶咧，安尼哦，安尼一千哦，哦，这样子一千块，最后一位了，美国都好耍啦，一千块，春节半年，我来谢谢，阿弟要啥物哦？一百六三百万都用钱花，嘿，我来不了，我去台湾了。他跟你留一个三百，来一千块，有兴趣的赶快哦。来给不给？一百六三百，啊，鸡腿肉卷两百而已。我来要吃鸡腿肉卷，两百块。要涨五百。两百块，这个是哈，这个新鲜的，这个行行的，吼，这个气炸锅来。来鸡腿肉卷两百，两百块来三条了。来几年啊？来六条哩，来看几年啊？来九条哩啦，来十二条哩，来两百多，来最后一个人给啊，给记得要卷两百块，两百。
两百，两百，两百拢买了嘞，记得拢三百，两百块收了吗？两百 ，Hello， 哇，帅哥来了，帅哥，帅哥，你有在跟一样欢乐节吗？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一条，来十二条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喽，对，啊，这个是，来两百块了，对，啊，这比较，这些两百，对，两百，对啊。哎，七点落选，最后一位两百块，收票费给你。地点哪来嘛？大王的店。哎，别别别，我重新回点了，那个我买的。他没，他在看我。这已经不赚钱了，这个。对了，包机了，点三楼了，点休息行楼。来了，大伙儿又来。你弄过呀？卖呀，没关系，不要卖到星期五。再来1000块，来最后一位客人。下个礼拜的三天，我来陪啊，我来陪啊。继续三天，继续努力。保持心情。小姐，你要这一盘鱼吗？没有，没有，100块吗？100块买三只。就包不买买。1000块存几毛了？谢谢。哦，阿哥边呢？来油鸭500块，700块，来300了。你要什么？有一样东包啊，来300块。下个礼拜再来。好，谢谢你。哇，谢谢。谢谢。王大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真的哦，有困难的哦。要在外面晒鱼干。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啦。晒鱼干。5:30，刚好5:30。就是昨天的时间。你有喜欢什么吗？没有。你可以单独搜一搜，没关系。你要什么？我那边没人给你分的包呢，啊，他去包了，已经买的 K 的，始终没到。还有什么？台台的 T 恤，这波价值多。可怜哦，1000在这里没有人爱哦。无聊死人哦。要死人不偿命哦，1000块哦。来哦，今天哦，才1000块买包包，买货款哦。拜拜。3000买2000来，今天1000了。水当当的鱼啊，要卖完啊来。全部。1000块啊，都包拢了哩啊嘿，安尼1000，安尼1000，安尼1000，我摆给你看，你就知影数量偌济啊。来1000了。把一份出吧，不用出来，我这边个量对了，1000多，1000块了，1000块，来，我这边个量对了，快1000多，1000块，来，这边个量对了，1000多，1000块了，对，不用出，当注意下不啦？那阿妈在表面注意下，等，在还要刷钱哩，还白呀？换你也吗？1200哦，来1000块，不然加点单，再给我要刷上上的来。装备1000多，一堆1000块拢装好哩啊！要什么？要不要？要什么？你选啊！这里面东西可能快选。对啊，那你有兴趣呢？你这里面我是在西阿伯，我无这么便宜。都可以选。终极啊！这个终极。终极到不能再终极。我喜欢爷爷，我们谢大哥。我爷啊！谢大哥，那个瑞他真的买太多了。Okay。我以前最好，我今天会杀的愉快啊！哎呀，你这几没有啊？晚上要直播了，晚上要开直播了啊！继续来看看这些要杀到什么？这有用吗？给我吃方便啊！对，全部都这里啊，这里全部你的啊！像我们小宝用而已，其他我买卡，我买卡，我们自己消化掉。2500，2500给你。200块爸爸，上面贵。呀，那你不够啊，在
这一盘五百哦，随便卖哦，快一点哦。什么？三八年哦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四片。他要不要一盘五百？六片、七片。等我一下，我卖给你。加点红包两百。八。多两百。要吗？九十。要吗？可以。对啊，要钱去嘛，不要钱啊。我找三百，我找啊，我找啊，我找。准备开了。哎呀，我以为这个鱼在哪边？怎么便宜啦？这哪有那么便宜啦？这哪里了？一千块给没办法得到啦！哎呀。下面。小王，安静嘛。起来又没关系。不会掉。好了。现在都会进来。这安静有人要吃无？五百块。中包中包，这是正安静哦。红鲟。啥好啊？该啥好啊？到遐车顶会使吃，五百块一盘。要死！要收啊！没关系，终于安然度过，终于下班了，廉价牛总对吧？太长了，对不对？太规划，廉价太长，加上中秋节，加上那个月底，两千五百两，再中黄鳝，一盘五百，是咧收啊啦，剩两百而已哦，会吗？哎，我们收啊，全部拢来啊，去啊，我不会来，别听啊你。还有五百块，大哥，被俺捡到好几万呀！我本工是五啦，五啊五啊，我是讲，你讲本工五千不？五啦五啦啦，五啦五啦啦，五啦五啦啦，我就爱收五百嘛。一百五百啊！五百五百，过来要俺捡嘛，最后一半尔。我是没有，没事啊。随缘你啊，随缘你啊。你很懂的，你不能动。好，你很懂。哎呀，你快上。哥，哎呀，你给他买，我要他卖便宜点。你可以动的，他叫。你今麦安尼在在借啊？啊，你是讲你搁要再烧的？你就可以打烧。啊，你要再炒嘛？都可以。自由竞争。阿伯，你卖呢？你去搞盘哩啊？好啊。你卖就去盘哩啊？安静嘛，冷嘛，就冷。安静嘛呢？八盒。可以准备啊。我给一块啊，给一块啊。五百块好啊。真正安静。我问你，一对鞋了无穿安静？冻起来。啊，夹袂了，伊就是冻起来啊。啊，你若要吃，你就改几只出来，订多一下个。哦，带子带。你了，啊！啊！你做买啥物？我直接卖你倒啊！可以，可以，哎，可以得了。啊！你爱啥物？你讲讲。可以看，有啊，有鱼竿啊。你爱啥？过来啦！好，你买，我两个才够来哦。可以的。六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要卖了。过来，哦，你买来五六日啊？啊！你坚持讲，你是要来迄讲？嗨嗨，今天耶，四天终于结束了。对哦。刚才酒吧里冷了。酒吧呢？为了欢乐公开酒吧呢？小白，小白。酒吧那抽烟也清醒了。嗨，大家好，要见面了。我今天订的。一千多。好硬哦！好硬的丢哦！不过，哎，好了，鸭肉串还要多少？至少十八号讲的。我讲对了，他多少嘛？点滴滴的奥特。哎呀，我严选耶！真的是，我要拿三份。Thank you.
耶、yeah! ！你要看吗？你要不要录镜头跟大家说声嗨？你不要啊、哦，来说声嗨。啊，你今天穿火箭啊，很漂亮。你要说按火箭。那个Hello， 有人在吗？人还没结束啊，王志豪还没结束啊，张军一样。米贝米波里尼啊。打了，开心，白打、啊。哎，今天那个有红鲟哦，要红鲟的赶快过来哦。现在卖的是最新鲜的冰块哦，从在现在冰港。你周志明你好。哇，我你好，那个。哦，终于结束了，我可以回去休息啦。黄哥四天五场也终于结束啦，耶、yeah. ！可以回去休息啦。爸爸，今天的苦战。这四天年假都是游客哦，好硬哦哦。拍起来真的不可以弄啊！哎，只是个冰块而已。不行不行，我看要冰块，要冰块。应该没有弄到，没关系，没有弄到。那个冰块比较晚，没有那个进去好不好？那个，我看哦，我要用会滴水哦。有水，连水都没有，都是游客。这几天都是游客，其实很硬哦，哦硬得乱七八糟的。哎呀！两位好，两位好。对啊，如果你们想要看那个中间的片段的话，我们有一个周雨林，我这个问题回答很多次啊，我不啊、我没有要回答了哈、哦，我还蛮累的。今天现场也大概有十个人来问我为什么最近没有直播，啊，我也不知道哦，我也不知道，啊，我只是在等。对啊，这几场蛮闷的，这几场蛮闷的。不过老实说哈，也不是只有，也不是只有他们闷哦，隔壁也闷，大家都闷。可能年假大家都出去玩了啦，年假大家都出去玩了。那个去玩的地方比较多人，然后买像这种买东西的地方比较没有那么多，比较还好啦。我比较好，我就站在这边而已。他们比较累，我没有很累。对啊，等一下回去哦，等一下回去还是一个硬仗哎，等一下回去要大塞车。不过老实说，我们刚才在拍到最后，就算这么硬哦，老板娘其实也说没关系啊，来当晚就好了，开开心心就好了，他们还是没有怎样哦。
真的很难。这种硬仗，老板娘跟老板跟中华哥还是很开心，没有怎样。我们就是要北上的啊。啊？什么西？不用，我还有，不用。大家都累到那啊？这样也有人哦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大概130。会啊，这样就是旁边，因为我现在用广角镜。你现在那里才看看？有啊，145。没有那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会有人啊。那我们就要北上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去别的地方，晚一点再上去就对了。我们先去别的地方，走那个不要走高速公路，是差不多。但是就是要找高速公路啊。我这边就走高速公路。对啊，不走高速公路要到什么时候？那个鹅阿寮还在卖。那小吃在拍啊。那个有一个叫风水型的啊，因为我弟弟拍三天，他觉得哦，啊，所以他是他拍，你弟才没过去。不是，我弟只是单纯不想拍。哦，他还在卖就是，没有了，我弟不想要再卖了，反正后面来的客人也不会买。对啊。不过对啊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对。因为我们今天太晚卖了。不过还好啦，我觉得两点钟才有点太晚了。那边其实我看了一下，其实也蛮硬的。早上真的卖蛮少。对啊，因为早上卖多一点，下午轻松。今天是卖蛮少。新爸今天生意不错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新爸今天生意不错吗？这是他认真哦，哈哈。下个礼拜五六日哈。他们就是因为那边有直播。